今天非常荣幸为各位粉丝主持服务。8月2日，夏日柠檬草全台磅礴登场。既然是夏天，我们当然要看夏日柠檬草才应景嘛，对吧？这是一部带你彻底回春，回到高中时期。哎，我们看一下主持人，怀疑在看旁边。好，夏日柠檬草呢，会带你回春，回到求学时期，感受那一份怦然心动、情窦初开的爱情喜剧。热情掌声欢迎三位主角登场，掌声欢迎李梦、何林、何俊硕三位，谢谢大家。三位往靠背板一点点，三位的视线一起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镜头。首先，先请最近曝光率很高的李牧跟大家打声招呼，介绍自己的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牧，在夏日的柠檬草里面饰演的是王小夏。耶、yeah, ，要不要先跟粉丝说几句话？因为很多人是昨天晚上10点就来排队了。有，我们刚刚有听说有很多，就是大家是很早或者是昨天就来排队，然后辛苦大家等了这么久。你里面有客串主持人，接下来这两个男主角，由你用主持人的口吻来帮我介绍他们两个，好吧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哎，现场交给李牧。好的，朝你的粉丝们尖叫声！好的，老俊硕的粉丝们尖叫声！好的，那现在请小超来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角色。好会哦，厉害！很慢玩的，偷练习是吗？超强，小超。Hello， 现场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宁，我在夏日的柠檬草里面饰演的是陈毅。对，陈毅是学校里面的学霸，那他的外表感觉起来很高冷，但其实他内心是非常柔软，然后他也非常的想要得到爱。对，谢谢。谢谢小曹，再来，李牧交给你。是的，那现在请罗俊硕来介绍一下你的角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伦硕，然后我在夏日的柠檬草里面饰演的是柚子杨宗佑。那柚子呢，他就是一个活泼、可爱、天真、善良、
帅气的一个屁孩啊，本色演出，对，某层面来说算了，对，某层面来说算本色演出。好像很多的粉丝昨天晚上十点来，要不要来谢谢大家一下？对，辛苦大家了，好不好？从昨天晚上就来现场等，真的，谢谢大家，一个心都这么给力，一个脸颊爱心吧，谢谢大家，3、2、1。脸颊爱心，3、2、1。对啊，汉堡吗？右边。中间的朋友们。完了，这一 Q 不得了了，要拍到10分钟了。来，再看中间。小心看向左手边。夏日的柠檬草，可以吗？等一下不够，我们再来，现在访问一下三位，合作无间，默契好的不得了。来，李牧讲讲跟两位老主角合作感受如何？好的，那我先说小曹的，跟小曹第一次合作，他是非常害羞的一个人，然后慢慢变熟的过程里，有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，像是我们在外地拍，在高雄拍，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在走廊遇到小曹，就看他10点钟了，他提着外卖，我说哎。这个时间你要吃东西吗？然后就很冷静的说，对啊，我10点吃一下，明天会长得比较好看。好讨厌哦，会水肿啊，水肿好看，对，好逼人哦，好讨厌。你知道我们多辛苦了吧？我们两个在片场完全什么都不能吃，然后我们三步子就现在6点了，我们现在吃完最后一餐了，后面不能再吃东西，然后吃东西也超级挑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所有不能吃的东西都给他吃。哇塞，你都不怕胖？真的比较好看。你昨天晚上有吃了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昨天也有吃宵夜。哇塞，很气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如果有水肿会更状态更好。拍片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行，对不对？会有水肿的问题。完全不行。哇，天生那罗俊硕怎么样？跟罗俊硕的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预告了？在预告里面我们有打架，然后我记得我拍那场戏的时候其实很紧张，想说就是好歹也是一张很帅的脸，那真的要打下去吗？然后有一个抓鼻孔的戏，就是他说没关系，你就直接抓。擦擦鼻孔。没错。然后我说罗俊硕鼻子是真的。我的情哦，天生丽质。天生的坚挺，对吧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对，好坚挺，好帅，真的是。李牧，我想问一下哦，你喜欢要动作？是按摩？不要啦，看大荧幕来呗，这样现场不好看。他这样擦鼻孔，不要啦，做事就好了。好，你。OK。好，可以吗？我歪掉了，来。你们讲一下这一次哈，你是跟他们两个都有近距离的肢体接触的戏，我就不先爆雷了。你有感受到哪一位的体魄比较健壮吗？我觉得这个要大家进戏院看就会看得出来。秀一下好不好，小曹可以吗？二头肌对不对？三。我们是普遍级哦。秀也来秀一下好不好？你里面也有 special 啊，你有师生秀哦。两个一起秀了，两个一起秀啊。白薇姐，不好意思，歪掉，青春爱情校园电影把弄歪掉了。来，两位男士来讲一下跟彼此合作感受。小桑，你先说，另外两位。跟木的话，应该说认识前认识后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对他非常的客气。对，然后他很有礼貌，也不是，对，就是很好相处。对，然后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，其实在拍戏的时候还蛮顺利的，就不管是感情戏还是比较轻松的戏，其实拍摄上蛮顺畅。那跟裸的话，加裸，裸，然后裸，我也在加草。我就是我。那裸的话呢？裸的话，就是因为比较常在看到他音乐作品上面的亮相，然后就是饶舌歌手，然后很酷帅帅的这样，然后会有一点那种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臭屁臭屁的感觉。那你觉得电影里有吗？电影里很可爱，对，所以
你现在意思是我私下臭屁臭屁的在那边？就是形象，因为饶舌歌手，我觉得要有一个态度，应该说有态度了，有态度。对，然后认识之后就觉得罗君硕他很贴心，他在片场他会给我们点很多吃的。你确定是铁的声音？很贴心啊，你爱吃嘛？其实我是故意的，我故意帮你点多点一些吃的，这样在你在心里面比较好看嘛，状态大一点，再吃宵夜比较好。那裸呢？你觉得另外两位合作感觉如何？我觉得你刚刚讲礼物那怎么跟我认识礼物不太一样？什么很客气啊，然后很有礼貌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跟李布就老熟，因为有合作了蛮多不少的作品。老熟嘞，哎呀，老熟了啊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真的？对，真的。他喜欢什么我都知道。他喜欢什么？喜欢什么？进戏院去看，没错。然后小曹的话，就是其实我其实刚开始知道要跟他一起对戏的时候，我还蛮紧张的，因为他其实给人也是一种高冷的感觉，就是然后我们其实以前很常在有一些活动会遇到，然后就远远的，然后我们就彼此这么相敬如宾，对，相敬如宾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这个人演员了不起啊。没有没有，然后后来发现他其实人超糗的，就是他是一个很闷骚的人，然后就是平常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太爱讲话，但是私底下就是一个超级放松的人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包袱，然后也还很爱吃东西，他真的很爱吃东西，对，然后就其实会挺羡慕他的，因为他在戏里面就是随便弄都很帅，你也很帅啊。没有，我帅吗？很帅，很帅，你变傻傻，很可爱。帅吗？超帅的，预告就已经搞成那样了。没有，真的很帅，真心的爱一个人，默默付出。啊，这是行动的帅，他是就是一直很帅，对，所以就是觉得哇，天哪，我觉得好棒。我比较好奇你给李牧的歌喉打几分，因为你没有一起唱主题曲在戏里面，不用现在唱了，只是我想要好奇问一下，你觉得他的歌艺几分？零到一百，你要我说实话吗？你说，100分吧。哎呦，赞赞哦，是真爱的感觉。不要这样，咱们又来做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出了最新的预告，对，里面就某人的声音哦，大家可以回去听，拭目以待喽。不过因为这个《夏日柠檬草》是一个爱情的电影，还是要问一下爱情的选择题，因为柠檬草的花语是说不出口的爱，所以接下来一些爱情选择题你不用回答，快问快答，你用比心脸颊爱心大家喜欢的方式来回答就好了。好，请作答准备咯，你是主动派还是被动派呢？主动派的请比脸颊爱心，被动派的请比脸颊爱心。哦，明白了。那接下来日久生情派是一见钟情派呢？日久生情派的请比脸颊爱心。一见钟情派的请比脸颊爱心。我们都是一见钟情派的哦。明白。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我看了《夏日柠檬草》，我看到结局还不知道选择哪个好。你们两个都好好，诚意十足，你是诚意，柚子也超棒的。不然这样好不好？今天在现场。你们对粉丝讲一些撩妹的情话，我们让粉丝用尖叫声来决定到底谁胜出，谁最有感，好不好？想一下几个撩妹情话，可以吗？李牧，你可以做一下评审。想到了吗？谁先猜拳好不好？还是你们两个想互相表白也可以？我都可以。好，我先说，你先。我先吗？对，三二一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甜食？因为我可以做你的舔狗。谢谢。什么意思啊？谢谢。是正向好不好？我努力哎，但是很认真想的跟剧情有相关的东西。你们觉得表现，罗君硕表现有被撩到，请尖叫。尖叫一下，场面叫一下好不好？再一次，你觉得刚才被罗君硕撩到了，请尖叫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
大家努力了，大家努力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台中场，他到时候不想去台中场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尖叫一下好不好？谢谢罗俊硕，太赞了，泽超，你要加油哎、欸！你一个已经挂点了，不会哦。讲什么都过。三二，我等等想上一堂课，想你的每一刻。要不然你教他讲一次好不好？你刚讲什么？教我说我等会想上一堂课，想你的每一刻。好，三二一，罗俊硕。我等等想上一堂课，想你的每一刻。你看他，完全是人的问题，完全是人的问题，不是语句的问题。天才就是天才。对了，好了，爱情选择你八月二日我们进戏院第一选择，我觉得你尽力了，你很棒，我努力了，至少戏里面表现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哦。最后三位主角，好来推荐一下《夏日柠檬草》非看不可的原因。柠檬，你先。但是因为你没有讲外语，我希望你可以穿插一句的法语，好不好？然后你里面有西班牙跟法语，你穿插一句的法语或西班牙语。来，三二，请推荐柠檬。好的，法文的《我爱你》是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喜欢的人、暗恋的人，或者是觉得生命里很重要的人进戏院，跟我们一起看夏日的柠檬草，一起度过这个夏天。好，谢谢李牧，再来曹宁。巧，巧什么巧？巧，夏日柠檬草呢是一部，我觉得有点跟类似以往的青春校园爱情电影有点不一样，因为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三个人家庭里面的故事，然后它会去推动我们每一个角色的性格，然后去造就我们三个人产生出来的一些化学反应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了应该都会蛮有感觉的，也希望大家八月二号可以去支持我们夏日的柠檬草，谢谢。所以刚刚有讲到外语吗？巧。巧是哪一国？是西班牙。西班牙。西班牙语。赞赞。那罗俊硕呢？你没有讲外语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俊硕。咁都冇，好犀利喎！咩心系咧，真系好好睇。星星真的好看。好劲。一定要来睇。是这样讲吗？夏日柠檬草的粤语怎么说？海呀的。海呀。檸檬草檸檬草檸檬草是不是不要啦，好，恭喜，谢谢三位，还不用带过，很赞耶，还是用国语讲几句啦。对啊，我们这一次的新电影夏日柠檬草，它是一个充满青春，然后有笑又有泪的一部电影，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大家来看，就是你想要一个开心的暑假吗？就来看这部电影。谢谢罗俊硕，谢谢陈欧尼，谢谢李牧，谢谢三位尖叫，感谢。谢谢。等一下叫。简单拍一下夏日的柠檬草，李牧、王小夏。都偏偏左。王小夏呢，里面是饰演有正义感女汉子。从小个性大大大，富有正义感，和邻居柚子罗俊硕是青梅竹马，两人因为形影不离，小夏被同学戏称为柚嫂，直到一见钟情的对象陈毅曹佑宁的出现，陷入了两男的爱情习题。他的金句就是，女孩子一旦遇见某个人，喜欢上某一个人，就会开始做些蠢事。来自夏日柠檬草女主角小夏和李牧，八月二日说不出口的爱。谢谢李牧。曹佑宁在《夏日柠檬草》饰演你心中的天菜，金句是：如果有个朋友，但他可能把我忘了，这样我们还算朋友吗？里头曹佑宁饰演的是脑性男、学霸、高冷天才，从建中转来乡下高中的自由生陈毅，课业、体育样样精通，埋藏在天才心里却是期待和儿时让他敞开心胸的李牧再次相遇。
自台北电影奖得主曹佑铭的演出。胡俊硕的《夏柳柠檬草》，刘俊硕在《夏柳柠檬草》里头饰演的是柚子杨宗佑，阳光 boy， 痴情男子汉，傻气地瓜。金女士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最爱吃什么我都知道。他是小夏的青梅竹马柚子，常被小夏捉弄，却始终默默守护在小夏的身边。对于小夏一见钟情转来的学生陈毅，曹佑铭的出现心中有点不是滋味，里面有很多的三角感情纠葛，究竟最后一幕的选择会是谁呢？请进戏院支持夏日的柠檬草，今年暑期强档巨献最佳爱情喜剧电影，8月2日进戏院，我们做出你的爱情选择题，你要选曹佑铭还是罗俊硕？接下来时间进行电子联访时间，谢谢各位平面美女大哥，请稍后休息。